Không sao đâu bà cô.有鱼上钩了，要上岸了，立马放人。知道了。 老李。
老李，憋不住了，爹妈，能，够你的，回家，我们回家。分点啦，李哥，这不是罗本的摩托吗？是不是人来过？上车。罗哥，再给两天时间好不好？这点兄弟真的没钱啊，龙哥。哥，暴力镜头，少儿不宜。我说你小子还是人，拿人家救命钱去打。说吧，什么时候还钱？让你说话呢。哎呀，我还，下个星期一定把它还清了。这是你说的，是。我再信你一次。你是不是？来吧，小宝贝儿，过来点儿啊！
小爷，我今天要一泻千里了。小宝贝儿，你的病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来，送你。谢谢哥哥。真乖。来，抱着。拜拜。我会尽快要回来的。走了。你小子打飞机倒是挺快，画个画这么磨叽。
你们这儿要多久？少则几个抽插，多则几个小时。行，我先撤了。 亲爱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亲爱的，嫁给我吧！亲爱的，嫁给我吧！哎，我说你，我让你嫁给我，听见了吗？ 亲爱的，哎呀，你就嫁给我吧！哎，亲爱的，你嫁给我吧！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就嫁给我吧！ 你买花干嘛？你这是要求婚呢？画好了吗？行，不错呀，艺术家。行，别给我来这套，给钱。钱？上次拿我画就没给钱。赶紧给钱啊！ 要不跟我份子钱抵了？哎哎哎！哎哎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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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哥哥呢？走，带你找个哥哥。老板的情况不太乐观，跟我去趟办公室。
老板，在这等我。一般病人听到这个消息，都是这个状态。那他还能维持多久？一年、半年，或者三个月，这都说不准，得分人。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也只能暂时维持现状了。现在医学上还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。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你找这个人吧，或许还有一丝希望。你是来上班的还是来打电话的？哦，来了。你好，
别担心，很快就可以康复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们这个手术呢，它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所以呢，这儿有一份医疗合同，你呢看一下，签个字。签哪块？ 签这儿就行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喝口水吧，渴坏了吧？
是罗本先生家吗？他现在有危险，你们赶快去救他。他的癌症是假的，我给他朋友的名片是假的。癌症？名片？对。朋友？蚂蚁？ 蚂蚁。 对不起，我的女儿被他们绑架了。
为了女儿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那你女儿安全回来了吗？哦，对了，这是我对你一点点的补偿，希望你能收下。我这要报警。啊，别别别，千万别报警。如果秦瑶他们知道了，会对我的家人有威胁的。不止我一个，还有很多医生和他们的家庭都会受到威胁。除非秦瑶他们全被警察给逮。我和其他医生也商量过这个事儿，可是没有谁能够担这样的风险。即使我报了警，可是我没有足够的证据，警察也立不了案。我来立这个案，不过得请你们帮忙。大夫，找个合适的有那么难？
改天我专程问候一下嫂子和孩子。没事吧？手雷呢？飞机坦克你要不啊？我去，我是看着给你买带遥控的。不到，就来这趟。你小子可以啊！有医药膏了，十点，出水口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下去。这座椅。下边这么脏。你怎么不擦呀？我送你的车。让我跟你一起去，你别打扰我，好好看家。老大呢？老大呢？不知道。问你老大呢？长河，查好。
啥呢？带我去你们老家。啊！放我下来吧！啊！放我下来吧，哥。别哥哥哥，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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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求你了求你了。是这儿吗？啊，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。兄弟，我在你老家等你啊。
想什么？太遗憾了，你妈妈去世了，你等的人等不到。不过我的人倒是能等，而且我得谢了他。我在烂尾楼等着你，现在就过来吧。大侠了，啊！
你以为你穿身西服就是文化人？把这个钱给安世君，他妹妹急需手术，这上面有电话跟地址。想啥呢？哎，媳妇。哦，不行了，哦，不行了！啊，老公，不要死了！